Welcome to Interesting， 我是你们的牙。肿瘤疾病、心脑血管疾病和呼吸道疾病成为了死亡率最高的三种疾病。其中，心脑血管疾病是小年最害怕的疾病，因为现在最多听到的就是谁谁谁熬夜猝死什么的事情。就是前不久，网传某主持突然猝死的消息，简直让人心有余悸。面对一些心脏疾病，除了搭桥手术可以帮助治疗和恢复，还有一些较为流行的人造血泵。但是人造血泵因为过大的体积和对患者极其不友好的设定而遭到诟病。而心脏病不是普通的感冒发烧，有些时候必须使用这些血泵来挽救生命。终于，来自苏黎世联邦理工大学的尼古拉斯·科尔斯等人就发明了一款新型人造心脏 ——3D 打印人造心脏。这款心脏使用的是柔软的硅胶材料，通过 3D 打印技术和施蜡铸造技术制作成的，重量为390克，容量为679立方厘米。人造心脏的内部是一个复杂的硅胶整体，包含了一个右心室和一个左心室，还有一个额外腔室将两个心室隔开。腔室起着类似肌肉的功能，能够像泵一样驱动血液进入心脏，像人体心脏工作一样为全身提供血液。科尔斯表示，虽然这个人造心脏就可以泵送血液，但是机械部件容易与患者身体产生排斥反应，带来不良影响，因此需要不断改进，尽可能的模仿人体心脏的形态和工作方式。听说目前这颗人造心脏只能持续跳动3000次，也就是工作30至45分钟，完全不可能用于人体身上。不过没有关系，我们只要耐心等待，相信这样一个造福人类的设计一定会很快到来，我们只需要相信和期待就可以了。欢迎走进车停，好吃好玩有趣多别的东西，我们这里通通有没心吃啦，快上车。